一年一度的小丁艺术节将在十二月初三到初五连续三天留在举办，以日月潭葡萄印象鱼池为意象。活动地点主要在日月潭水下码头和鱼池市区，用艺术壁画、山水人文推动艺文和在地结合，邀请乡亲到时来鱼池旅游，体验丰富多元的小丁艺术节。一年一度的小丁艺术节，今年来到溪堤乡日月潭举办，主办单位安排精彩的舞蹈表演，为宣传记者会来热场。我们在礼拜五下午哈，邀请大家一起到鱼池街头来，一起跟我们乡亲共同采街，将我们平常最美丽的这个活动在我们街头上做展演。那另外呢，在我们礼拜六的早上也有一个一连串的这个相当美的文化展演，在我们水上码头。最重要的是礼拜六晚上的6点，我们一起大家邀请大家来观看我们的烟火秀以及无人机的空中表演。今年的主题以日月潭作为背景，安排精彩多元的舞台艺术表演，还有在地特色的农特产市集。那日月表演的节目，我们非常讲究的就是一个舞台的搭设。那我们往年试过在稻田上面搭舞台，那今年因为鱼池乡日月潭这么好山好水的一个贺收展，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湖来做一个背景，来搭设一个舞台。那我们邀请国内知名的一些团队啊，一些社区在这边做表演。然后另外就是当然一个艺术节庆最重要的一个灵魂骨干，当然是市集，所谓的一个市集。那我们今年也是邀请了大概有超过40个左右的一个摊位哈。除了舞台艺术表演以外，主办单位结合在地文化，推出专人多览生态观光小旅行。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荣幸哈，邀请到那个等于是说鱼池乡这边的返乡的一个青年哈，吴老师哈，来为我们策划这个一个活动。那除了有巷弄的走读以外，认识这边一些在地的一些小历史之外，那在走读的一个过程里面，那吴老师也帮我们安排设计一些他其实是在一个以大地为一个舞台，那其实是一个非剧场的一个空间哈，去发想，去融入一个在地的一个设计，也有一种比较街头有互动的一个表演的形态跟大家互动。那这是那希望说创造一个艺术其实就可以在大家身边的这种感觉。12月13到12月5号连续三天，在日月潭水下码头溪堤市区将隆重来举办小丁艺术节，和艺术发生在你我的身躯边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